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，我是小薇。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里已毫无特色。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城市走走看看呢？小薇就是一个宅不住的人，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喜欢出去玩玩。每当我走过一个陌生的城市时，我都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美好。广州这座城市就有许多震撼人心的美，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游玩广州，这几处的风景和美食绝不能错过。第一处，广州越秀区解放北路的越秀公园。越秀公园自元代以来就被称为羊城八景之一，公园里面有古之楚亭、和佛山牌坊、古城墙、中山纪念碑等。如果你是清晨来到这座公园的话，你会看到这里有许多在锻炼的老年人，美好的一天就从这里开始。第二处，西关。西关这个地方似乎还透露着一股时光的味道。西关里的上下九步行街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之一，整条街风格独特，古色古香。当然西关多宝路一家名为冰之恋的店也是不可错过的，这里的冰镇海鲜绝对让你流连忘返。第三处，广州塔。广州塔是广州的地标建筑之一，这里被人们称之为小蛮腰。第四处，珠江新城的四季酒店。如果是晚上来到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将广州美丽的夜景尽收眼底。当然这家饭店的铁板烧、日式串烧、寿司等都非常的地道，这家的菜品绝对值得来品尝。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游玩广州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美食和美景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、分享、转发哟。